据台湾媒体报道，谢霆锋上周五被媒体直击现身台湾洽谈公事，他12日在现身某品牌旗舰店拍广告。谢霆锋戴墨镜加黑色运动外套的造型酷帅十足，在保镖群簇拥下进店内开工。他迅速脱下运动外套，露出内搭的白衬衫与西装裤，这一造型一看很眼熟。原来王菲去年11月正是以同样的打扮出席记者会，峰飞果然有默契。谢霆锋返回酒店时，记者上前采访，想再套话询问王菲是否真的没跟来。他竟然王菲的京腔上身，卷舌说：“不好意思啊，您一直问这个问题，这没提。”说完迅速走进电梯上楼。虽然两人没有合体让记者拍，但王菲的神髓一直在谢霆锋身上不断重现。后来谢霆锋也和王菲一样去吃养生火锅，十分注重保养身体。